是不是殿堂级以上就该表现出这种样子啊，对不对？三四阶遇到就不说了，三四阶你还要要求人家多好哦，搞得好像，哎，搞得欧北恭维，真啊真正是哦。三四阶你们遇到监管也会比较差一点啊，对不对？不要整天说低阶队友怎么样怎么样，知道吗？啊，你现在就也还在低阶啊，对不对？那、啊、你在讲他们，不就等于在讲自己？老板不在，又直接那个，然后谢谢子诺的星星。我一直常常在跟你们讲说，不要一边一直说低阶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。你们如果真的是有心要骂人家低阶的话，我会觉得说，那你就跟我一样想再说嘛。你可以一个人凯瑞四个队友，三个队友再说嘛，对不对？哎呦我去了，哇，我比较值得，我要刷帅了，哎，地下室在这边啊，哎呀，我那第二颗磁铁为什么丢在原地啊，为什么不挂地下室？你傻了吗？空军枪有没有叫？我不知道。如果他没交的话，没有把握是不是？好，就赌这一波。这样子，本来是空军要被挂，然后你就可以去凯瑞你的队友，你被挂，你有把握可以起来继续溜。你能做到这样子，再给我好，这才我，你要骂我随便，好吧？如果不行，就不要给我骂那些自己还在 DJ， 然后骂那些 DJ 的队友，讲到好像 DJ 的队友没有资格打凯瑞。
压好了，是不是啊？我操！哎，怎么在外面啊？搞笑啊！怎么在外面？也不能吧？没事啊，只是跟你们讲一下而已。对。你有巴洛凯瑞对不对？那你就可以偶尔小抱怨一下。但是你如果连凯瑞都还不能凯瑞，然后你就要整天说你遇到队友都很累，我就觉得很无言。所以要改进好吗？